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师父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儒释道之争最为严重的，就开启了这个中国佛教史第一次的一个北魏太武帝的匪佛事件。那么在这个匪佛事件之初呢，先提到这个北凉佛教。那么北凉佛教在这个河西走廊，这个姑藏，就是武威这个地方，是由这个沮渠蒙孙他所建立的北凉政权。那沮渠蒙孙呢，他信奉佛教，然后广造佛寺，以及开凿石窟。当这个沮渠蒙孙呢，这个占领了敦煌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个佛教的翻译大家汤武谶，就是翻译这个《涅槃经》，然后也得到了这个昙曜。昙曜呢，后来他为这个沮渠蒙孙呢，在这个武威天梯山呢，开凿了这个天梯山石窟。那第三个呢，就是得到了这个昙摩密多。昙摩密多呢，他最初来到敦煌的时候呢，他就建了这个大佛光寺，同时呢，他也参与了这个敦煌石窟的一个开凿。那北目前这个敦煌石窟所遗留下来最早的这个石窟呢，就是这个昙摩密多在这个沮渠蒙孙北凉政权的时候所开凿的这个北凉山窟。后来这个昙摩密多呢，到了这个姑藏武威呢，有修缮了这个功夫寺。三年之后呢，这个昙摩密多呢就南下，经由这个四川蜀地，然后坐船出三峡，来到湖北青州长沙市呢，也呢这个建立禅堂，广传禅法。之后这个昙摩密多继续南，这个顺江东下，来到健康南京，居住在这个有名的道场这个济源寺。后来这个昙摩密多受这个会稽太守孟毅的邀请，到浙江去弘扬佛法。浙江那一地区呢，因为开发的比较晚，还有一些巫术，那受到昙摩密多的一个教化，就改信的一个佛教。后来昙摩密多又回到南京，居住在这个定宁下寺。他觉得这个定宁下寺呢，这个地势比较低下，又接近这个河边西边，因此呢，这个昙摩密多就在这个定宁下寺的旁边选择了一个高地，建设了这个定宁善寺。定宁善寺，那个这个定宁善寺呢，建好之后，可以说呢，这个高僧辈出啊，高僧辈出啊，在这个宋齐之际有名的是法达、深远、法隐、法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这个梁朝的深佑，这些呢都是坚持这戒律，讲说这个十诵律。非常有名的这些律师，可以说这个昙摩密多啊，他一路啊从西域来到敦煌，这个建设大佛光寺，开凿敦煌的这个北凉山窟，又到这个凉州姑藏武威建设这个功夫寺，然后呢南下到南朝健康呢，这个建设的这个定宁善寺啊，
这个高僧背书啊，所以这个会讲高僧传，他就称赞这个昙摩密多啊，他呢一路啊，这个广建寺庙，敷陈教法，可以多对于这个佛教的传递啊，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那我们讲到这个定林善士的这个高僧辈出啊，讲到了这个深远，深远呢，他是这个奉持这个戒律啊，啊效法这个庐山慧远大师的这个隐不出山、居不入俗啊、沙门不进王者的这个行操啊，因为在这个南朝的时候啊，这个也有提出了这个沙门应当礼敬君王啊，所以这个深远呢，他就也效法这个庐山慧远大师的这个对于沙门应该保持呢清高哦，不礼敬君主的这样的一种高超的一种行持啊，所以这是深远。那我们呢接着呢讲到这个定林善士的这个高僧哦，就是这个法银，法银呢他是这个僧佑的师父哦，他是敦煌人，敦煌人，那么也曾经住过凉州的功夫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昙摩密多在这个姑丈武威修设这个功夫寺这间寺庙，后来他也跟着一样效法这个昙摩密多南下到这个南朝，南朝哦，他们呢都是以这个戒律闻名哦，都以戒律闻名。在这个柳宋孝帝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法银呢当这个都邑升正，就是升官哦，是升官。那么这个法银呢，他也在这个多宝寺呢，这个修禅，然后呢讲说戒律，转说戒律。后来法银呢就来到这个禅干寺，禅干寺呢就是孙武时期的这个康真会求得设立，那么孙权为之呢建的这个南方第一间寺庙，就是建初寺。后来建初寺呢经过了这个战乱啊被毁了，来到西晋太康年间呢，有这个柳萨尔，他呢在这个长冈里这个地方呢挖到这个舍利，所以在这个长冈里呢他就建了寺庙，就称为长冈寺。也就是这个长冈寺呢，他就是在孙吴期间呢的这个建初寺的这个旧址，然后建初寺的旧址到了这个西晋之后呢，这个建初寺呢就改名为长冈寺哦，长冈寺。那么法银呢在这个长冈寺呢，他依律来写出了这个十诵律比丘戒本跟十诵律比丘尼戒本，以及十诵律结摩杂事并要用三部三卷的这个律藏的这个经典哦，盛行于江左，盛行于江左。那除了在广弘这个十诵律讲说十诵律之外，这个法银呢他也以所接受的这个信徒的布施的广照金像及要藏。这个金像就是因为这个戒律的讲说啊需要很多的这个书籍啊，可能在这个法银的时候啊，他们就广收这个书籍，有这个慢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藏经阁，藏经阁图书馆哦，这广照这个经像，就是在这个宣讲戒律的时候啊，形成一种学术的研究，就有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说的经藏藏经阁或者是图书馆。同时，他也设立的这个要藏，要藏。
那么在新修科分六学生传里面，他也有讲到这个法营啊，又造要障正于长干寺。那什么叫要障呢？这个要障就是源于印度啊阿育王时代，他在这个王城的四个城门啊做了这个要障，这就是呢就是施药，让一些贫困的病人呢得以呢有这个药来治病。这个药障就源自于这个印度的阿育王在他的都城四个城门呢设立的这个药障，能够呢这个行医啊来治理这些病人啊。那这一种方式呢，这种善举也传到我们中国，也传到我们的中国。所以《出三藏记警》里面就有记载了这个法营啊，这个始造药障记，等于说这个药障啊，应该呢是从这个法营律师呢开始，也效法印度阿育王在这个都城的四个城门呢，设立这个药障来行医救治贫困的这个病人。然后那么寺庙施药设立这个诊所，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的传统。然后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呢，就是寺庙道场啊在办活动的时候都有义诊，义诊。那这样的形式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啊，南北朝的时候这个柳宋还有这个时期呢，这个法营呢他就开始了这样的一种药障，药障。那定宁善寺的另外一个高僧就是法显，法显不是法显，法显是这个东晋的时候啊，这个到印度斯里兰卡取得这个涅槃经还有摩诃升起律的，这是法显，显显著的显。那这是法现，贡献的献，不一样。法现呢是青海人，他随着他的舅舅来到这个凉州，凉州呢大概是在这个四川跟山西的南方，然后他不是北凉政权那个凉，不一样，是另外这个凉州呢大概在四川跟陕西这一青海这一地带。那么他在元嘉十六年的时候呢也来到了南方的这个京师建康，停留在这个定宁善寺。那这个元嘉十六年呢，这一年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年份，很特殊的一个年份。那么在这个定宁善寺呢，这个法显他也是一样钻研经律，钻研经律修设寺庙。他效法这个智猛到这个印度去朝圣以及呢取经。但正好呢智猛他在这个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凉州姑藏，就是现在的武威，他翻译出了泥环经。泥环经他的泥环经跟唐无称的泥环经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基本上这个智猛他在印度得到的这个泥环经，他的版本是跟法显是同样的一个梵文版，但是法显呢他比较早回到中国，又在这个南京京师之地啊有这个佛陀跋陀罗的一个共同翻译啊，所以这法显所带回来的涅槃经呢比较早翻译出来，同时他翻译的地方又是属于南朝的这个京师南京这个繁华之地啊，这个学术中心之地，很快就传开来，形成一种佛教界的研究的一个风潮。那智猛的版本呢他在凉州呢算是比较距离中原呢比较遥远，所以虽然智猛他也在凉州翻译了泥环经，但是呢他的知名度跟他的流传度反而不及法显所带回来的涅槃经，以及呢这个北凉的这个唐无称所翻译的这个大本涅槃经，
这也是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的一个时节因缘不同，时节因缘不同所造成的它后面的一个差异，然后它后面的一个差异。那智猛他在凉州翻译的这个泥环经之后，他也在元嘉十四年，元嘉十四年呢到达四川，在经由四川坐这个船出三峡，在元嘉十六年的时候也是一样居住在这个中山定宁善寺。他呢在这个定宁善寺呢就写了他的西域记，西域记就是这个他有这个游外国传，就把他在这个前去印度朝圣取经的这个沿路所看所见闻的把他记录下来，就是游外国传西域记，西域传。那么这个元嘉十六年呢，在也是这个北魏灭掉北凉政权，就是北魏呢灭掉这个沮渠蒙孙的儿子，继承了这个北凉政权六年之后呢，就被这个北魏太武帝所灭掉了。灭掉了之后，这个北魏太武帝呢就接收了这个北凉的佛教，那北凉佛教。那么北魏太武帝在元嘉十六年灭掉北凉政权之后呢，他也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呢，以这个北凉的军民啊，跟这些沮渠蒙孙的这些王公贵族啊，居民呢三万人，移居到这个京师平城，可能也是有一点就近管控的意味了，就近管控的意味。那在这三万人的这个王公贵族跟平民之中呢，就有很多北凉的高僧也随之被移居到平城，就影响到这个北魏太武帝的一个灭佛的一种运动的一个前因啊，原因啊，这在后面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在这里我们就是要从这个法宪的这个传记里面呢、啊，以及呢这个沮渠金身，沮渠金身是这个沮渠蒙孙的这个从弟。那么呢，他呢在这个北魏太武帝灭掉北凉政权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南下到这个南朝，也是在这个元嘉十六年的时候呢入住到这个定宁善寺啊，同时在这个定宁善寺呢翻译出佛父波尼环经啊。所以这个元嘉十六年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份啊，这个年份它就是北魏灭掉北凉政权的一个时间点，元嘉十六年。那么这个智猛他从这个凉州经由四川，然后出三峡坐船东下到这个南京、啊、到这个南京这一条路线、啊、其实我们对照这个昙摩密多的路线呢也是这么走的，昙摩密多的路线也是这么走的。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意识啊，什么昙摩密多跟智猛他们从凉州来到这个南下南京的路线都是经过这个四川，然后呢坐船出三峡东下到这个南京，这一条路线都一样呢？那我们有这么样一个问题意识之后呢，我们就会去找答案了，就会找答案。所以这个研究啊，都必须要在这个广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呢，去抓到他们的一个共通点、共通性。那么有这个共通性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疑问说，为什么这个昙摩密多跟智猛他们走的路线都一模一样呢？这就是我们研究学问的一个问题意识了，问题意识。那我们就去找答案。那正好在这个高僧传
的这个超变的传记里面呢，他就有这么一条，就告诉了我们的答案了。这个超变呢，他也是敦煌人，他也是敦煌人。那么呢，他闻经师胜于佛法，就是听闻到南朝了，南朝的这个南京呢，南京这个地方呢，佛法鼎盛，佛法鼎盛，乃越至西河，乃越至西河，路由巴楚，达于建业。从这个超变的传记里面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昙摩密多跟智猛他们所走的这个路线，从这个凉州姑藏，经由这个四川，然后坐船出三峡，东下到建业、建康、南京这条路线呢、啊，可以说是当时候啊，应该是当时候从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南下到南京的一条路线哦，的一条路线。也许是因为坐船也比较快哦，坐船也比较快，所以这个从这些昙摩密多的传记跟智猛跟这个超变这三则资料呢，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候从河西走廊要到南京他们的路线的走法，大致呢都是这么的一个走法，都是从四川然后坐船出三峡，东下到南京的，到南京的。那超变他也是一样走这一条路线，然后呢到达南京，他也是一样住在这个定林善寺，定林善寺。可见定林善寺由这个昙摩密多啊，昙摩密多啊，他所兴建之后啊，可以说是成为南京啊，在南朝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间著名的寺庙，著名的寺庙。而我们在从这个昙摩密多的传记里面是提到说，这个昙摩密多是在元嘉十二年的时候兴建这个定林善寺。那我们从这个健康实录的资料里面，他也有提到说，根据这个定林善寺的事迹所记载的，元嘉十六年禅师竺法秀就是昙摩密多所造的。那我们从这个高僧传以及这个定林善寺的这个事迹这个事迹的有记载的呢，就可以大致知道说，这个定林善寺啊，它是在元嘉十二年由昙摩密多动土兴建，一直到这个元嘉十六年才完成这是可以理解的啦，这是一个理解，一个从大丛林啊，它从开始兴建到它的这个完工时间啊，总是有段距离啊。那么在文献的记载，有时候它就会记载开始兴建的时间，就是所谓的动土的时间。那有的呢，就记载它完工的时间啊，所以才会有说，一个是高僧传写的是十二年盖这个定林善寺，那么在这个事迹里面，他写的是十六年盖这个定林善寺。那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十二年是破土新建，那十六年大概是完工。那在当然这完工的时段啊，完工的时段啊，就当然是很热闹。那也可能呢，因为有这个昙摩密多在定林善寺的一个住持广传禅法，带动这个佛法的一个红传跟研究，所以就自然而然就吸引了的很多的这个有优秀的肯学习的这些出家人呢，就聚集在这个定林善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现法现还有智猛还有这个居渠金身，他们呢都在元嘉十六年的时候啊，都入住在这个定林善寺，定林善寺形成了一股这个佛教
弘传的中心，以及呢学术这个佛经研究戒律讲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然后重要的一个据点。所以我们把这些资料呢把它汇集起来呢，可以让我们更加去理解当时候的这个定陵善师的一个情况啊，他的一个鼎盛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居取蒙孙，居取金生呢，他是居取蒙孙的一个从弟。那因为这个唐武谶被这个居取蒙孙呢带到这个河西姑藏，他因此呢能够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他也对这个佛法呢十分的投入了，十分的投入这个研究。钻研佛经，奉持五戒，同时呢，他也西去这个西域，到于田国呢去学习这个佛法。哦，他在这个西域于田国的时候呢，就遇到天主法师佛陀施那，佛陀施那质问道义。那佛陀施那呢，他是大乘佛教，而且呢，这个传说这个禅法在西域诸国呢。号称这个佛陀施那是人中狮子啊，人中狮子。那么这个安阳就是居其阴身呢，安阳侯呢，他就跟着这个佛陀施那呢，学到这个禅密药治病经，哦，禅密药治病经啊，然后带回来这个中土，他也在这个高昌的时候得到这个观世音经跟弥勒经这两部经呢。也在这个河西把它翻译出来。后来他因为这个北魏攻占了这个北凉，灭了这个北凉政权，北凉政权之后，这个居取阴生呢，他就南下这个柳宋，在元嘉十六年呢，入住这个定陵善寺。那这个居取阴生呢，他以居士之身呢。他一直在翻译经典，哦，翻译经典，他不与人交，然后常有塔寺，就是因为他可能是他的是一个落寞的一个这个王侯啦，哦，默默的一个王侯，所以他来到这个异域啊，来到不同的国度啊，不同的一个政权啊，他显得很低调，他也显得很低调，那以居士自尊，以知识。来自居，哦，他也在这个南方这个地方呢翻译经典跟翻译这个禅经，然后翻译这个禅经，这个丹阳的这个官员呢孟毅呢见而善之，身家赏接。这个孟毅啊，他可以说是也是虔诚的一个佛教徒，像这个昙摩密多也是由这个孟毅当这个会稽太守的时候，邀请昙摩密多到这个浙江去弘扬佛法、广传禅法。那同样的，这孟毅呢，他也呢，这个接待这个居取阴生，不因为他是一个落后的、默默的、失势的一个王公、王侯之弟啊，而把他看轻了，啊，吼，他也是对这个居取阴生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招待，然后请他呢在这个柳宋这个南京这一地带呢弘扬翻译这个经典。哦，后来这个竹园寺的这个慧瑞尼呢，他也请这个居取阴生呢翻译这个禅经。那可以说这个居取阴生呢，他在这个定陵善寺啊翻译经典也好，哦，讲说佛法也好，他非常的一个坚持这个居士，哦，不娶妻，然后不娶妻，无欲荣利，纵容法律，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娴静而加焉呐，啊。这黑白就是这个，不管是出家人，或者是呢这个佛教信徒在家居士，对居取阴生呢都非常的恭敬，然后而且称赞他，这是这个居取阴生，他也是。在这个定陵善寺啊，可以说是也是在这个地方翻译这个经典。他所翻译的这个弥勒经呢，也在这个南方呢曾经兴盛，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法门呐，啊。
后来将这个身右在上山所盖建的这个佛像，就是弥勒佛，弥勒佛都跟这个沮渠音声在南方翻译弥勒相关的经典应该是有关联性，然后有关联性。后来这个法现，法现他效法这个智猛，西去印度朝圣取经啊，他也很向往，之后呢他就动身到这个西域印度去朝圣跟呢取经终于在这个柳宋元徽三年的时候呢，从南京出发，也是经由这个巴蜀经由这个四川入出河南，到今瑞就是楼兰，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这个北魏太武帝啊，他这个南下攻长安，攻打这个贺连昌政权，北上呢，他就是攻打这个楼兰呢，就是继这个匈奴占据在这个北方，那我们这个楼兰，北魏太武帝征伐楼兰之役呢，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花木兰代父从军啊。因为北魏太武帝要攻打楼兰呢，他就规定这个每一户人家呢都要出一名男子去从军。那么花木兰呢，他敢于他的父亲呢年老，所以他就代父从军，就所谓的这个花木兰呢，在我们中国很有名他所参与的这个代父从军的战役，就是这个楼兰之役了楼兰之役。那为什么又称为这个楼兰呢？在古代呢，它有很多的一个称号了它有很多的称号，像楼卢、楼兰、瑞瑞或卢卢。那么为什么称为卢卢呢？就是因为北魏太武帝在攻打楼兰的时候啊，他呢觉得这个楼兰的人呢，这个智商很低，就像这个虫子一样啊，不会思考。所以这个北魏太武帝呢，就下令这个对于这个楼兰就予以呢这个激侮辱性的一个名称，叫做卢卢，就像这个虫子一样不会思考，就卢卢。这是北魏太武帝对楼兰的一个侮辱性的一个称呼了，侮辱性的一个称呼。但是呢，后燕跟北燕呢，他称楼兰呢称为楼卢，那与楼兰呢有这个结为盟友的这个南方宋齐梁这个三朝代呢，对楼兰只称为卢瑞瑞，所以这个高僧传是属于南方的这个著作，所以称楼兰称为瑞瑞这是这么来的那么法现经由到这个楼兰，再到这个于田，原本呢想要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但因为呢道路不通，道路阻绝，所以他又折回来在这个于田。那虽然这个法现没有办法如愿到这个印度朝圣取经，但是呢他在于田呢收获不少。第一个呢，他就获得佛牙一枚，还有舍利十五粒，以及呢这个观世音灭罪咒跟这个调达品，就是法华经的这个提婆达多品，这是这个鸠摩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的。那么法现呢，他得到了这个法华经的提婆达多品呢，他就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后人呢就把这个法现所带回来的法华经提婆达多品，把它呢合集到这个鸠摩罗什的版本。
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法华经》，它就有这个法现所带回来的这个提婆达多品是这么来的。那第五个呢，他在这个求之国得到这个金锥蝶像，收获不少，带回到南京来，南京来。那这个佛牙呢，据说有两颗，一颗就是经由乌禅国到达这个瑞瑞楼兰，然后再传到于田，被这个法现所获得。那么另外一颗呢，就是传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这是这个史籍里面记载的这个佛牙舍利的这个记载哈。那么法现呢，得到了这个佛牙舍利呢，带回到南京之后啊，他秘而不传，不秘而不公开，他只是自己供奉，自己供奉，一直到这个文献感梦啊，翻传到史书啊，什么原因呢？就到了这个晋宁王，这个文宣王萧子良，晋宁王萧子良，他本身呢很信奉佛教，信奉佛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么在这个唐朝的道士的华愿珠林这一本书，他有记载，他有记载，就是说这个法现啊，在这个于田国的时候啊，就遇到了一位出家人，遇到一个出家人，在这个法现要返回中国的时候呢，他就给他的这一个佛牙，这一颗佛牙，要这个法现啊带回到这个中国，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呢，可以广作利益啊，可以广作利益。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法现带回中国之后呢，他只是自己供奉，反而呢秘而不公开呀、啊，秘而不公开呀、啊。即使是这个法现的这个很接近的这个弟子，或者他的侍者啊，这个法现呢、啊，也不让他们知道，也不让他们知道，只是给这个法隐律师啊，只给法隐律师啊知道而已。所以可见这个法现啊，对这一颗佛牙，他可以说是非常的真爱啊，非常的真爱啊，所以他才不敢公开啊，他才只是自己供奉而已，同时也只给这个法隐律师呢知道而已。法隐律师即使是他最亲近的弟子啊，或者是侍者，他们也不知道他的师父法现啊有这么一颗珍贵的这个佛牙。当然了、啊、在这个法现啊在于田国的时候，拿到这个出家人说这一颗是佛牙，他也是半信半疑，他也是半信半疑。后来这个法现啊在这个于田国的时候，他就听到人家在说议论，就听到这个出家人在议论说，这个乌禅果啊丢掉了佛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有这个福德因缘呢，可以得到来供养。这个法现在路边听到这些出家人这样的议论纷纷啊，他才相信啊他所得到的这一颗呢是真的是这个佛牙，才真的是佛牙。他就把他呢带回这个南方，这个南京啊。但是呢这个法现啊太过真爱啊，他就秘而不公开啊，秘而不公开，一直等到这个晋宁王，晋宁王就是萧子良啊，他后来当了这个宰相，宰相。因为萧子良呢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又含盛会节制龙云啊，诚敢肯真啊，即发灵印。就是因为萧子良他非常的这个虔诚，信奉佛教，然后呢广邀呢这些高僧大德讲经说法，还有呢这个广约这个王公贵族的人呢来受这个菩萨戒啊，可以说在这个南方这个南朝啊是一个很对佛教扶持一个信仰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文净灵王萧子良呢，他就有一天他就做到一个梦，这个梦境呢是他到这个定陵善寺啊，定陵善寺啊，去看这个卧病在床的法现。那在这个梦境当中呢，他就问去探望这个定陵善寺的这个法现啊，卧病在床，他就问这个法现说：“法师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宝物啊，可以提供来广植福田，广做功德的？”那这个法现刚开始啊，他也以为这个净灵王萧子良啊，他只不过是问一般说啊，我定陵善寺这边有没有什么珍奇的玩物啊，珍奇的珍宝啊？所以呢，这个法现呢，他也不当一回事啊，他也不在意，他也不在意，就这样的跟这个净灵王说，他这里寺庙没有什么宝物啊，没有什么珍贵的宝物值得可以广植福田，广做功德啊。那么这个净灵王萧子良听到这个法现这么说呢，他也就醒过来，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他觉得这个梦境 很真实又很实在，好像很蹊跷。他就得进这个净灵王呢，他做呢跟这个他的左右说，我这个梦境啊很特殊，这个定陵善寺啊必然呢有这个很尊贵的宝物啊。所以他就去问这个法现，这个法现，那法现呢刚开始他也觉得净灵王呢只是在问一般的珍奇玩物而已，他也不当一回事。等到净灵王回去之后呢，这个法现啊，这个法现啊，他才猛然醒到说，在他的这个地方呢，有这个佛牙舍利，莫非净灵王呢是在问这个佛牙舍利？所以这个法现啊，他马上呢就去找这个定陵王，把他所拥有的这个佛牙舍利啊告诉了净灵王，告诉了净灵王。所以这个因此呢，这个佛牙舍利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净灵王这个梦境啊，这个梦境啊，才让这个佛牙舍利啊能够把它呢拿出来呢广传给世间人供奉，广植功德啊。所以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佛教的一个宝物啊，它的一个红传啊，也是要有待这个有缘人啊，有待有缘人的一个机缘啊，他才有办法呢在这个世人的面前呢公开来吼，这个法不孤起啊，障缘而生啊。那如果不是这个对佛教非常虔诚护持的这个净灵王感得这个梦境啊，感得这个梦境的话，这一颗佛牙舍利啊可能也是只是跟着这个法现法师呢自己供奉而已，自己供奉而已。那万一法现法师他圆寂了之后，这件事情可能就没人知道了，可能就没人知道。那有这个净灵王萧子良，他当到宰相感得这个梦境，而把这一颗佛牙舍利公诸于世人，让世人呢广植福田，广做功德啊，就是呢这个一个法不孤起，障缘而生啊，障缘而生。那因此呢，这颗佛牙舍利啊就在这个定陵善寺呢被公开，被大家所供奉的供奉。但后来呢，后来这颗佛牙舍利啊，这颗佛牙舍利就被这个因为战乱的关系啊，战乱的关系
背呢，这个临川王，临川王被这个临川王呢，他是这个萧红，萧红是梁武帝的第六个弟弟，第六个弟弟。这个临川王呢，他与这个子女永兴公主通奸，所以呢，他怕这件事情这个被人家揭发，就预谋要杀这个梁武帝。这个事情一暴露开来之后呢，这个临川王与这个永兴公主啊，他就先后呢害怕惊惧而死，惊惧而死。那么在这个梁武帝的普通三年的时候啊，就官府啊，官府就来到定陵善寺呢，跟这个定陵善寺的住持说，就有这个临川王的这个叛徒啊，逃到这个定陵善寺的这个佛牙舍利阁里面去躲藏，所以我们要上去抓人。那因为官府啊要来抓人，所以这个定陵善寺的住持也好，这个出家人也好，他也不得不让他进去啊，只好呢就打开这个佛牙舍利的这个楼阁呢，让这个官府呢上去抓人。那没想到呢，这个官府上去佛牙阁之后啊，就把这个佛牙舍利呢给拿走了，给拿走了，给拿走了。所以在这个梁惠皎《高僧传》的记载的时候呢，这个佛牙舍利在这个梁武帝普通三年的时候，因为要捉拿临川王的叛徒而遗失掉了，而遗失掉了。后来这颗佛牙呢就辗转到了这个辽国的这个燕京，就是北京，被这个明僧善慧呢所获得保存。那么辽国的皇帝啊道宗，他就亲自把这颗佛牙舍利呢专为这个一颗佛牙建设了这个灵光寺，就安封在北京灵光寺的招仙塔塔木内。这是这一颗这个法线啊，法线从于田国得到这个佛牙舍利的一个经过，的一个经过。所以法不孤起啊，都是障缘而生啊，障缘而生。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佛牙舍利呢在南京定陵善寺被供奉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情况可以说是引起的这个朝野的一个重视啊，朝野的一个重视，所以才会有人这个假借要捉拿这个临川王的叛徒而上去佛牙阁盗取这个佛牙而去啊，使得这个佛牙在这个梁武帝的时候一度就失传了，一度就失传了，一直到辽国的时候，辽国在北京的灵光寺的时候才又重现这个光辉，然后重现光辉。那么后来这个法宪呢，他坚持这个戒律，被这个当时候的这些王公王侯呢所尊敬，尤其是这个沙门会令跟智障，特别呢也是在这个法宪的座下学习。智障呢他也是在这个南朝梁朝的时候的一个高僧啊，一个高僧，梁朝三大士之一。那么法宪呢，他在这个齐武帝的时候与这个长干氏的这个玄畅同为这个僧主，分别任南北两岸啊，因为这个南京的这个秦淮河啊，秦淮河南边是这个长干寺，那么北边呢就是定陵善寺，所以这个法宪呢是任这个北岸的一个僧主，那么玄畅呢就是任这个南岸的一个僧主，然后是来负责管辖南京的出家人。那么这个玄畅本身呢，他也是呢奉持戒律，精研戒律，
被这个文惠太子，就是这个萧子良的哥哥哦，萧子良的哥哥呢，这个也是这个齐武帝萧哲的长子，做文惠太子，他也是崇信佛法哦，就拜这个玄奘为戒师哈、哦，为戒师。那这是这个玄奘跟法现，他们都在定宁善寺或者是禅干寺呢，都是经持戒律、讲说戒律、弘扬戒律的一个高僧大德，然后高僧大德。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这一节课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呢，就来讲说出家人呢，在这个南朝的时候呢，就不能称贫道，就要必须改称自己的名字。哦，这是这个佛教出家人的身份地位的一个转折，然后一个转折。那我们在下一节课呢，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在这个柳宋大明六年的时候啊，这个朝廷呢又提出要求出家人呢要礼拜君主，所以这个僧远啊，他因此呢就躲到这个定陵善寺的山上去这隐居。那即使这个要求后来也平息了，僧远他也不下山了，他也不下山。那可见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南方南朝的时候啊，也可以说是这个君主呢，这个皇帝呢，要求出家人礼拜君主，或者是这个官员要求出家人礼拜君主呢，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要求呢，并没有因为这个庐山慧远大师的这个沙门不净王者论而有所这个平息，依然呢三不五时呢都被提出来，又被提出来。那么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这个出家人呢也不得不呢有所妥协了，哈，有所妥协。因此来到这个法宪跟玄奘两位大师呢这个时期呢，这个起草这个时候呢，他们虽然是这个精研戒律啊，在这个佛教界呢有这个崇高的地位啊，是僧主嘛，僧官哦，统领着这个出家人呢，他也不得在这个朝廷要求不断的要求出家人要礼敬礼拜君主的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有所妥协。因此在这个齐武帝的时期呢，这个玄奘跟法宪在跟齐武帝呢交谈的时候啊，见面的时候啊，每称名而不作，就是称呼自己的名字。之前呢出家人呢自称为贫道哦，贫道。那到了这个玄奘跟法宪呢不得不妥协的情况之下呢，就自称名而不作哦，而不作。所以在这个齐武帝啊后来召见这个中兴寺的沙门僧宗，在这个乾隆殿呢的时候啊，这个齐武帝就要求这个中兴寺的沙门僧宗如仪，就是呢至少要呢依照这个朝廷的要求的这个礼仪来呢礼拜，或者呢对君主的一个恭敬了吼。那么应该是说这个齐武帝啊，这问这个僧宗的时候呢，这个僧宗应当称他的名字，而且呢没有座位。但是呢僧宗却说自称贫道。那么这一点呢就让这个齐武帝呢非常的不高兴，说这个玄奘跟法宪这样的一个高僧啊，是一个僧官啊，僧主啊，尚且自称名而不作，那你一个中兴寺的一个沙门啊，岂能说自称贫道呢？所以这个齐武帝呢他就有点不高兴了，他就问这个尚书王翦，他说先辈沙门与帝王共语何所称呢？欲正殿作佛，就是说当然就齐武帝了，他就转问这个官员啊，说以前的出家人跟皇帝呢讲话的时候是怎么称呼自己，那么呢有没有座位啊？那么这个王翦啊他就说了，他说佛教呢从汉魏传入啊，刚开始呢没有记载，但是呢等到了
这个魏晋时期啊，佛法稍盛啊，出家人皆自称贫道，而且呢也有入这个座位啊，等于说有这个座位啊。到了晋朝的时候，这个于斌跟桓玄呢皆要求出家人要礼拜君主自尽啊，朝议纷纭啊，世皆休寝。哦，这是因为有当时候有这个庐山慧远大师的这个德恨啊，这个感召这些朝廷啊，所以呢再加上这个桓玄啊，桓温他篡位啊，所以他不好意思要求这个出家人对自己礼拜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此干割歇下来，割歇下来。但是呢后续有一些这个官员啊，或者皇帝还是不断的会提出要求出家人要礼敬君主，礼敬君主。那到了这个柳宋的时候，大明六年的时候，这个孝武帝啊再次提出要求出家人礼敬君主。那虽然这一件事情马上就平息了，但是至少还有这个请这个出家人有这个位置坐，有这个位置坐，而且他们也允许他们称为自称贫道。那这个王翦这样的一个回答，这个齐武帝啊不太满意。这个齐武帝他就说，这个玄奘法现二身啊，道业如此，他们是如此的精严戒律啊的一个高僧，上自称名，况复愚者。这两位升官高僧跟皇帝见面交谈的时候呢，尚且自称自己的名字，何况是其他出家人呢？义拜则太甚，称名亦无嫌呐、啊。就此定调。这个齐武帝啊，他说要出家人礼拜君主，这个要求有点太过了。哦，义拜则太甚，这样的礼拜君主这样的要求，也许太过。但是呢自称名啊，出家人自称自己的名字啊亦无嫌。所以自尔沙门皆称名于帝王啊，自玄奘法现时也啊。这也是这个中国佛教出家人啊，这个从这个于斌提出要礼拜君主之后，他的一个转折，然后他的一个转折，哦，就是因为有慧远大师的一个德恨高超，使得这些官员啊也好，就不敢强力要求出家人要礼拜君主。但是呢，到了这个齐武帝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说：“义拜则太甚啊，称名亦无妨啊。”亦无嫌呐、啊，就此呢定调下来啊。从此这个出家人呢，不能再称贫道哦，不能再称贫道，只必须要称呼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的名字哦。这是从这个齐朝的这个玄奘跟法现开始，而此定调下来了。那当然到了隋唐的时候啊，继承了北朝啊北方政权啊，这个法国声统呢，这个要求出家人礼拜君主啊，那隋唐继承了北朝这样的一种氛围啊，所以到了隋唐，出家人呢不独不能称名，必须称臣了，必须称臣了。不能称贫道，也不能称沙门，只不能称名，就必须要在冠西村称臣。所以这可以看出说，这个出佛教出家人在中国皇权统治之下，他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一个转折，然后身份地位的一个转折。那我们从这些文献资料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转折点，
以及转折的一个情况，好，转折的一个情况，这是在这个法现，好，法现的这个传记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好，有这么一个记载。那么当然法现圆寂之后呢，圆寂之后他的这个弟子申佑就造碑，然后这个沈约就写这个法现的一个祭文铭文，这是在这个法现的资料里面的记载。那我们从这个记载也可以知道说，这个申佑是这个法现的一个弟子，然后的一个弟子。那么定宁善寺的高僧辈出啊，其中最有名的就属这个申佑了。申佑，那这个申佑呢，他的传记里面他有记载，他呢这个年少呢就这个好要这个佛教，入这个建初寺礼拜的时候呢，他就不想回家了，他就不想回家了。那父母亲没办法，父母亲没办法，就允许他呢在这个寺庙里面呢这个修行。那刚开始的时候，申佑这个礼拜这个僧饭，僧饭，到了14岁的时候呢，当然这个父母亲呐、就要求这个申佑啊要结婚，要结婚。那么申佑知道之后呢，他就躲到定宁善寺呢，去投靠这个昙摩密多的徒弟法达法师啊。法达法师，那法达法师呢借得金眼为法门良栋，那这时候呢这个法现也在定宁上市啊，他这个从于田国得到这个佛牙舍利啊，后来由这个金陵王这个萧子良的一个梦感而使这个佛牙舍利能够出来给大家呢这个礼拜供奉广植功德。这个时候这个元嘉16年的时候，法现他也来到这个定宁善寺，所以等于申佑他也有这个跟着法现学习。那么申佑呢奉师奉阶层到了可以受戒的时候去受戒，然后呢也跟着这个法隐学律学律。那可见呢这个圣人无常师啊，我们说圣人无常师，就申佑呢他这成长过程当中呢，学习过程当中呢，他就跟着这个僧范、法达、法现跟法隐学习。那尤其这个法达、法现跟法隐呢，在这个戒律上面呢，可以说是当时候著名的一个律师了哈，戒律的一个律师。隐呢，一时名将，为律学所宗了哈。律学所中，那么申佑呢歇师专求无懈分晓，遂大精律部啊，大精律部。所以申佑呢他在这个法达法现跟法隐这几位这个律师的座下学习十诵律，他也很精进用功的一个研读研究，所以就被这个晋宁王萧子良，也是这个文宣王，请去讲律，请去讲律，在这个吴就是浙江这一带呢，宣讲弘扬十诵律，十诵律。那申佑呢，一生呢专弘十诵律，所以史称这个申佑律师啊，申佑律师。那申佑除了专弘这个十诵律之外，他对佛教的文史著作跟佛教的这个文化艺术呢，它也有很丰硕的成就。那文史著作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出三藏记集》啊，《出三藏记集》。那因为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法隐呐、法隐呢，他以他的信徒供奉的供养他的这些红包啊，他都把它捐献出来呢，造这个金藏跟药藏。所以这个申佑啊，他也继承法隐的这么一个好的风气啊，好的德行啊，也凡获信师悉以至定宁建初
即修善诸事，并见无遮大吉，舍身其等，即照立经藏，收教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罪，贤其利也。可以说这是这个慧皎的高僧传对僧佑啊非常的称誉啊，非常的称誉啊，就是佛法的一个兴盛啊，在南方南朝的时候啊，都是因为有僧佑的关系啊，广弘佛教啊，让这个佛法在南朝的时候兴盛鼎盛啊，是因为有僧佑的关系啊，僧佑的关系。那僧佑可以说他也是继承这个法云这样的一种德恨善行，广照经藏，以及呢收教卷轴。所以这个学术研究啊，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潜能的基础上面啊，潜能的基础上面啊。学术研究呢，它绝不是说个人的一个才华高超而已，其实它都是有前面的一个垫底打下的一个很丰厚的一个基础，那后人呢就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呢，在往上呢发挥啊。所以学术研究它是一个有一个很丰，我们说的这是一个很优良的学术研究风潮，学术研究风气啊。今天有僧佑这位高僧辈出，也是因为有前面几位高僧的一个打下的一个基础，这个法达、法云、法现，这位高僧他们在这个戒律的一个钻研，他们打下的这个经藏的一个收集，有这么一个丰富的图书馆的藏书，让这个僧佑可以在这个丰富的这个学术研究氛围之下学习啊。所以呢，这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经典收集的藏经楼、藏经阁、图书馆，然后呢，让僧佑在这么一个好的学术研究风气之下呢，他能够呢，这个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广开寺庙。收集经卷啊，在这个建初寺也好，定宁善寺也好，营建波尔台，造立中国首部的经藏，就是依据道安的总理重经目录加以考定增补编制而成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经典初三藏记集啊。所以这些成就绝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都只有僧佑的这个才华所致，都是因为有前人的这个打下的一个基础，铺下了这么好的一个道路，已经有汇集这么一个丰富的藏书，让这个僧佑啊在这么一个很丰富的藏书里面环境，他能够钻研佛经，他能够钻研这个戒律，而在这样一个丰富的藏书里面能够阅读经典，然后呢参考这个道安的总理重经目录加以考定增补跟编制，而成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教经录初三藏记集。那这一本初三藏记集呢，在佛教的这个历史里面啊，或这个经典的图录里面呢、啊，具有非常大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哈、哦，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可靠性很高，它的严谨度很高。那这因为可能也是源自于这个僧佑他钻研戒律也有关联的、啊。也有关联、啊、在这个研究戒律方面呢，它很扎实很严谨，所以自然在编这个初三藏记集它也是这么样的一个严谨、啊、严谨、啊、谨慎、啊哦、那因为有僧佑他在这个定宁善寺有这么一个丰富的藏书在整理这些经典，
他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助手，就是中国文学史批评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刘勰。刘勰呢，他从小呢就父亲就过世了，他的母亲只好带的这个刘勰呢回到娘家。那刘勰的外公呢是以教书为业，所以这个刘勰呢他也很小就在这个外公的教导之下呢，他也很好学，很好学。那么这个外公觉得这个刘勰呢这么好学，不想这个让他呢耽误他的一个学业，所以就让这个刘勰的母亲又把刘勰带到这个南京当时候的一个京师地带啊，这个学术研究也好啦，佛法鼎盛的一个研究一个很首都去学习。那么刘勰的母亲啊就有一次带这个刘勰啊到南京的这个甘露寺听这个法隐律师讲律，讲佛法，讲佛法，而认识了这个僧佑。那僧佑看这个刘勰呢这么小就这么好学，他也很欢喜把他呢留下来。那么这个刘勰呢就在这个僧佑的座下呢学习，然后也在这个定宁上寺有这么一个丰富的藏书呢钻研学问。那刘勰在这个定宁山寺协助这个僧佑呢帮忙整理这个佛经，编制目录，抄录经籍，或者呢替这个名声高僧呢的这个寺塔呢编写撰写这个碑铭，碑铭。那因为有这僧佑这么高这么好的学问的一个师父坐下学习啊，这个刘勰啊他也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学习师长跟环境啊。在这个刘勰的传记里面他就有记载说，刘勰呢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续之，今定宁寺经藏写所定也。所以可以说这个学术研究啊它都是这样的一脉相传啊，就有前人打下这么一个基础啊，就有自然在后人呢就能够在这个巨人的基础上面，巨人的肩膀上面再往上发挥啊。刘勰就是因为有僧佑这么好的一个老师跟着学习，然后协助僧佑编定经录，同时也在定宁上寺的图书馆能够广阅书籍啊，广阅书籍啊。可以说刘勰呢他也算是做帮忙僧佑管理这个藏经楼图书馆，图书馆。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他就能够在这个图书馆藏经阁里面广阅这个书籍啊，广阅书籍。所以在这个刘勰啊在南起的时候啊，南起的时候啊借由定宁寺的这个丰富的藏书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也是最杰出最有系统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学术专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巨作《文心雕龙》这一本书啊，《文心雕龙》这一本书对后世的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具有不可限量的影响。这个民国的鲁迅啊，他认为这个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与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比美啊。就可见这个刘勰的《文心雕龙》啊，他的一个地位啊，跟他的成就是多么的崇高啊，可以跟希腊的哲学大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比美。后人呢，学术界钻研《文心雕龙》的研究啊，就形成了文心学这样的一种学术研究，跟这个敦煌石窟莫高窟的这个藏经洞里面发现到的这个文献经卷跟文物啊研究形成的敦煌学一样哦。
那这个刘勰的这个文心雕龙也被后人的学术研究形成了这个文心穴啊。那定陵善寺也因为刘勰的学术成就而名垂千史啊，名垂千史。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学术氛围的情况下培育出来的一个高僧，跟培育出来的一位中国文学有名的大学士、大文豪刘勰。所以这个都是因为这个昙摩密多啊，昙摩密多的沿路的广兴寺庙，来到南方南京，建立了定陵善寺啊，培育了这些高僧大德的一个摇篮，一个环境，使得这个南朝的佛教在这样的一种高僧辈出的一个弘扬啊，这个佛法鼎盛啊，佛法鼎盛。那我们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其实管理图书馆、管理藏经阁啊，可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最为呢接近这个书籍，拿到书籍阅读最好时机的一个职务啊，近水楼台啊，所谓的近水楼台啊。所以图书馆的馆主啊，其实他是最能够呢阅读到经典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因为定陵善寺有这个法宪、法达、法银跟这个这些历代的高僧，他们弘扬戒律，所在这个定陵善寺的丰富的藏书，才有深佑他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呢，编辑出《出三藏记集》这一部这么重要的佛教经录典籍啊。也因为有深佑他的这个成就，也造就了刘勰在中国文学史批评史上面的一个巨作《文心雕龙》的出现产生啊。所以都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造就了这么一个高的一个成就了，高的一个成就。所以这时候学术研究都是站在前人或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来继续往上发挥啊。所以学术是堆积的，它不是凭空就这样的一个出现，它都是有前人打下了一个很丰厚的一个基础，那后人就在这个丰厚的基础上面再往上去提升发挥啊。学术研究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很多家长愿意把自己的小孩送到这个有名的名校，无非是因为在这个名校的这个很醇厚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研究风气、校风氛围之下，这个小孩子在这样的校风学习呢，耳濡目染，他自然而然呢、就有这么一个优良的一个学风，跟培养出来的一个气质啊，这也是这个学术研究啊，对一个人的一个培育啊，它有这么一个好的正面的一个效应，好正面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从深佑跟这个刘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一个成果跟印证。好，那深佑呢，他不读在这个石松立的弘扬，他不读在这个佛教经典经录上的一个成就，他对于佛教的一个文化艺术他也有钻研，他也有他的一个杰出的贡献。在这个高僧传里面，他有记载说，深佑唯信巧思，能自准心计，及匠人衣标尺寸无爽，故光载摄山大象，善现石佛，并请佑金史准化仪者。就是在这个光载
摄山大佛的一个建设，乃至呢上线石城山的浙江新昌县的这个石城大佛的这个石像石雕佛像僧佑呢，他都有参与，而且呢最主要是僧佑他在这个佛像的这个比例上面呢，准化仪者就是他在这个比例上面呢，他呢抓得很准，抓得很好，所以他所建造的这个石刻佛像啊，都很庄严，都很有这个神韵。这是僧佑在这个佛教艺术上面的一个成就，佛教艺术的成就。那这是这个善县石城山吼新昌大佛的一个造像，那僧佑他有参与其中，参与其中。那么善县的石城山石窟的这个弥勒大佛啊，在这个浙江新昌县，那么这个最早是由这个僧人僧父，他在这个齐的时期呢开凿，他开凿。那刚开始开凿的时候，可能呢这个工程呢刚开始啊，万步举步难呐、啊，万事这个起头难呐、啊。刚开始建造的时候呢，不怎么顺利、啊，不怎么顺利、啊，所以只是雕刻出这个佛像的面貌而已。这个僧父啊，他就圆寂了，他就圆寂了。那后来呢，就有这个僧俗呢，继续僧父的这个志愿，他继续开凿这个佛像，一直到齐末，到了这个梁朝啊，这个皇帝这个命令这个僧佑呢接续这个工程，才历时30年完成了、啊。等于说这个善县的这个石城大佛像啊，历经了三位出家人才把它完工，所以有这样的三生圣基这样的一种美誉啊。那么在这个僧父的传记里面啊，他就有说到这个僧父啊，他是会稽善县人，那么他从小就出家，严持这个戒律，后来来到这个石城山隐喻寺的时候呢，在这个山的北边的石壁啊，他每一次经过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石壁啊丝毫放光，而且呢都会听到这个天乐的声音啊，所以他就觉得很特殊，就觉得这一块石壁啊必然呢很特别，每一次经过这个石壁就会觉得这个石壁好像在放光，就有听到这些呢这个音乐天乐这样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僧父啊他就发愿要在这个石壁呢就开凿这个佛像，建造这个弥勒佛、弥勒菩萨，然后呢让后人呢瞻仰，能够在这个龙华三会呢大家相逢。那这可能就跟前面所说的这个居取音声啊，他在定陵上这个南方啊南京的时候翻译这个弥勒菩萨相关的经典啊，带动了这个弥勒信仰在南朝的一个兴盛，可能也有相关联性啊，可能也有相关联性。所以这个僧父啊，他开凿这个石城的这个石佛呢，是开以这个弥勒菩萨的造型来兴建开凿这个弥勒的这个佛像。那因为呢刚开始啊比较困难，万事起头难啊，所以只把这个弥勒菩萨这个佛像的面貌开凿出来而已。这个僧父呢他就生病了，那在临终之前啊，僧父呢他就立下一个誓愿，说吾之所造本不齐一生成办，第二生中祈愿克果。我这一生呢虽然没办法完成我的志愿，但是呢我这个下一辈子我还要继续来完成这件工作，这件工作。
所以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愿力啊，有这样的一个愿力啊，就后来有这个生熟，生熟呢继续这个生父的这个志愿，他继续来开凿这个佛像。但是因为资历莫有啊，可能这个生父生熟他的一个福德因缘有限啊，哦，资历莫有，未获成岁，这个福德因缘不够，可能他开凿的所需要的经费不够，所以就还没办法把它完成。要只等到了这个粮草的时候啊，粮草的时候啊，这个因缘才具足啊，这个因缘才具足。那么从这个生父他这样的一种为了完成他的志愿呢，他就发誓说，我这一辈子本来就不期待能够完成这个佛像的开凿，那么我下一辈子呢，我还是要继续把它完成。那也许这样就三生圣基啊，三生圣基，那也可以说是三个出家人，三个出家人完成了这一件圣基佛像的一个开凿。那我们也有听说，然后听说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个古代啊，大概也是在宋朝之后，《大藏经》呢出现了，哦，《大藏经》的刻板出现了，那么就有一位比丘尼啊，他就发心呐，啊，发心要来呢印刻印这个《大藏经》，但是这位比丘尼可能他的一个福德因缘不是很具足，很辛苦，化缘的很辛苦，那为了要表示他要完成这个刻印这个大藏经的这样的一种志愿，他就断臂，断臂呢来供佛，以此呢第一个来表达他要募集经费足够来刻印这个大藏经的志愿的一个坚定。那第二个呢，就以此断臂来供佛呢，来培植他的福德因缘，能够早日能够收集到筹备到这个刻印大藏经的一个经费，能够早日能够筹足啊。但是很可惜呢，这位比丘尼呢，终其一生呢，他还是没办法呢完成他的一个志愿。但是很庆幸的就是这位比丘尼的徒弟，他也效法他的师父呢一样呢断臂呢来继续他师父的这个遗愿，来募集这个刻印大藏经的经费。那第二代的这个徒弟呢，终其一生还是没办法完成，要等到他第三代呢的这个徒孙啊，也效法他的这个师父啊断臂，来求得募集这个刻印大藏经的经费，就终于在他这个徒孙这一代啊完成了这个刻印大藏经的这样的一种宏愿。所以说师徒孙三代啊，师徒孙三代为了募集这个大藏经的刻印啊，这个师徒孙三代断臂来募集经费，这也是在这个佛教的大藏经里面啊，一个让人家呢敬佩的一个公案故事啊，好，公案故事。那各位呢也可以这个上网去收集呢这个故事的一个公案由来哦。那么我们呢从这个生父的这个誓愿啊，也让我们联想哦，联想这个最近啊才圆寂的这个佛光山开山宗长哦，这个虚云大师啊，他也立下了一个誓愿，说他下一辈子啊还是要当出家人，来弘扬佛法，来弘扬佛教。所以这个我们出家人呢都是效法古德啊他们的一个为法为教的一个宏愿的一个坚定信心啊，坚定信心，说这一辈子我完成不了，我下一辈子我要继续完成，那下一辈子我完成不了，我下下辈子必定要完成。那有志者
事尽成啊，哦，就像我们修行啊，我这一辈子没办法成就，我决定我下一辈子一定要成就。那我下一辈子不成就，我下下辈子我决定要成就。那出家人有这样的一种坚定信念，有志者事竟成，那决定呢，将来一定成就，一定成就。所以这个修行啊，以发心为首，以发心为首，我们能够自己呢，给自己立下自己的一个心愿，自己的一个志愿，那么坚持到底啊，坚持到底啊，那总有一天呢，他就会成就，他就会完成啊。那我们从这个古德的这个传记里面，都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激励、勉励，跟呢这个向往的一个模范对象，好，模范对象。那到了梁朝呢，这个法不孤起啊，藏缘而生啊，就像法现啊，他这个舍利佛雅舍利啊，要重现世人的面前啊，他也要仗着这个晋灵王，他当宰相的时候呢，他赶到这个梦境啊，而去找这个法现啊，才让这个佛雅舍利呢，能够在定陵上师呢，供大众来瞻仰，来供奉，来广植功德福田啊。同样的，这一个石城山的这个善现大佛啊，他到了梁朝的时候啊，就有一位官员陆贤啊，陆贤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就是善县，那夜宿善溪，他就在这个善县呢过夜。那一天晚上呢，突然风雨交加，风雨很大，就让这个陆贤啊晚上呢惊恐不已啊，也睡不着觉。那在这冥冥当中啊，假寐之际啊，他就梦见了三位出家人来找他。他说这三位出家人对这个陆贤说，你呢对于这个佛法呢很坚定，很扶持，所以呢你一路而来呢都会很平安。但有这个建安王，建安殿下，就建安王，他生病了，久病不愈啊。如果这个建安王他能够发心呢，来完成这个善现身父所造的这个神像，能够完成的话，那么这个建安王他的久病啊，他的尘劳尘科啊，他的这个久的这个病啊，一定能够好转起来，一定能够好转起来。这明理非虚啊，移相开发，就是冥冥当中自有这个感应啊，希望这个陆贤呢代为转达，代为转达。有时候这个毛遂自荐是行得通啊，那有时候毛遂自荐是行不通。为什么？这个有人就会觉得你只是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所以人家不相信。就像这个佛都腾，他要去摄受这个食乐，他也不是直接去找食乐，他先去找这个食乐的底下的一个大将，姓郭的这个大将，先去呢，这个姓郭的大将毛下呢，去那边呢，度化这位姓郭的大将，然后呢，再因为这个因缘，能够让这个食乐信受。所以同样的这一件事情也是一样，这三位出家人他没办法。他也不是直接去给这个建安王这个梦到，他先来找这个陆贤，先来找这个陆贤，哦，请他呢代为这个说相，代为呢去跟这个建安王呢这个来呢化缘，哦，那这件事情呢，这个陆贤呢，他回到南京之后呢，他就忘了，他把这个梦境给忘了。那有一天呢，这个陆贤呢出门就看到一位出家人，说要来听经借宿。那在交谈过程当中，这位出家人就告诉这个陆贤说：“你
去年在这个上线过夜的时候啊，不是有跟你提到说，请你跟这个建安王化缘，请他来完成这个生父在这个上线所刻的这个佛像吗？你难道不记得了吗？那这个陆贤啊，一听啊，他也莫名其妙，因为他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了。那经由这位出家人这么一提啊，他就突想起来了，想起来说，他去年在这个上线过夜那一天晚上啊，风雨交加，在这个梦境当中梦到这个三个出家人。那现在跟他讲话的这个出家人，就是那三个出家里面其中一位啊，他就想起来了。想起来就赶快啊，这个陆贤呢，他就赶快去找这个建安王。建安王，那么这个建安王呢，他是这个梁武帝的弟弟，所以他马上这个建安王呢，就跟这个梁武帝啊报告。那当然，梁武帝啊，他本身是从这个信仰佛法，推行佛法，所以他梁武帝马上就命令这个申佑律师啊，专任相事。专门负责这件事情，哦，这个王乃深信一家，因为这个建安王久病在床啊，他听到这个陆贤这样的说你如果能够完成这件事情的话，你的病就会很快就会好转起来，所以这个建安王他也很高兴，同时呢，他也布施，抽舍金币，拾取成币，就是他也扶持布施，希望这件事情呢能够早日完成。那么申佑呢，受到这个梁武帝的命令啊，他就去这个上县啊，负责这个雕刻石像的事情。在这个申佑还没有到的时候啊，这个上县的这个寺庙的僧人啊，慧成，他就梦见了黑衣大神异从盛状。他就梦到有一个黑衣的大神，旁边的侍从很多，而且都很高壮。在这个佛像的旁边呢，商略分数，就是商量这个比例尺寸啊，量尺寸啊，或者是说讨论这些佛像的雕刻的一个比例啊，商略分数，自明淡而又律师至，其神应若此。就这个梦境呢，隔天啊，这个申佑他就到了上线来负责这个雕刻石像。那这一个公案，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给他思索，就是呢，黑衣大神异从盛状，就表示呢，身有一件事情要完成啊，得要有福德资粮，那么身有呢，他异从盛状，就是他底下跟着的这个随从呢，都很高壮。就表示象征着这个申佑啊，他是一个有力大人啊。我们说的就是有力大人，很有福德力，很有力量。所以法不孤起啊，障缘而生啊。那要障缘而生呢，得要有有力的护法，你才能广做佛事啊。所以道安才会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啊。那么一个国家的最有力的护法就是君主，那君主崇奉佛教，那佛教就兴盛了。那如果君主呢不信奉佛教，甚至呢排斥佛教，就会导致像北魏太武帝这样的一个毁佛事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佛教啊来到中国啊，因为在中国本身它就有很高的文化背景，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道教的这个传播，有诸子百家的这个文化背景。那佛教来到这么高的一个文化背景的一个国度啊，如果佛教没有比中国既有的文化更高超的话，如何摄受这些君主跟这些王公贵族上层有力人士的信仰跟扶持呢？那么佛法如何推展呢？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佛教的一个环境
背景。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样的一种背景之后，我们才知道说佛教为什么来到中国之后会把佛陀神格那么高，神格化，把佛陀推崇的那么高，无非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本身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文化背景了。如果佛法没有比既有的文化来得崇高的话，如何摄受这些上层的有力人士信仰跟扶持呢？那这一点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这个环境背景之事了。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种情境的话，我们就能够理解说印度佛教来到中国之后，为什么佛陀会把佛陀神格化那么高的一个原因呢、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对这个祖师大德在那一个时代有儒释的有儒道的一个斗争冲突的一个环境背景之下，要能够立足于中国推展佛教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一点，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说祖师大德在翻译经典的时候或讲述佛法的时候为什么会把佛陀神格化到那么高，我们就能够理解祖师大德的苦心、为了让佛教在这个这么一个高的文化背景生存茁壮立地着地生根，祖师大德的苦心呐、我们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赞叹他们的用心良苦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中国佛教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情况一个情况。那我们懂得这个历史背景之后，就能够理解这个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辛苦。不容易了，不容易。那么这个僧佑他把这个十乘佛像完成之后，果然这个建安王啊，他的病啊就慢慢的痊愈了。那么后来这个建安王呢，他后来就被梁武帝改封为南平王，南平王就是这么来的，就这么来的。那我们这个在这个高僧传的心福篇里面，心福篇里面他就有提到说，法现专制于雅谷，晋宁王为之通感，身负续报于石城，南平王以之获印。这在高僧传的行福篇，这么两段话就说了这两个典故，而这两个典故都跟这个定宁上士的这个身又有关系啊，跟这个定宁善士的这些高僧啊、法显啊、僧佑有关，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做一个介绍。那大家知道这个典故之后，再看这个高僧传的心福篇这两段，法显专制于雅谷，晋宁为之通感，身负续报于石城，南平以之获印，就能够理解。其实这次讲两件公案故事啊，讲两件公案故事。那如果不把它介绍，大家在看这个高僧传的心福篇呢，就可能就看不懂，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段落，我们下一节课再做详细的解说。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